我们今天路过牛米的蛋蛋，然后我们来抽了死亡爱丽丝，抽的人蛮少。然后我女朋友目前先三抽四水的蛋蛋。抽奖的时候的那两个人偶，再抽吧。阿卡，阿卡，没有，倒是。女朋友奖吧，再三抽，那我选一张。我要换手。接下来你抽那张纸，眯一下，这纸。因为女朋友一直很想要自己的 SSR 的白雪公主，实体长这样。那她目前决定一抽一抽抽，看什么时候可以抽到 SSR。那你抽吧，就你了。加油！设置，设置。那我来选一张。相信你的运。看。阿卡。阿卡。我自己在家。阿卡，现在九抽，凑十抽。设置。悲剧，色子大赏，先给两抽，色子，摸一下，色子，这边三张，你都中吗？又是色子，哇！全色子，看你这个三郎，色子，对不起，我刚说错话了。今天亏不好。色子，我抽了那么多色子，他一定会来的，我要这样相信。色子，今天的运气真的是手都会发抖。色子，哦 ，SR。说好的 SSR 呢？差一个英文字。我今天一个 boss 的运气，然后我女朋友决定继续了。买就爽啦！买就爽啦！买就爽啦！中了！真的？我也是。但我不知道是哪只。这只是我女朋友想要爱丽丝，结果中到这一个。哪一个？这只吗？这个。然后是这个，中到了束缚这一只。是束缚吗？对啊。应该是。爱丽丝是这一个。我没有用爱丽丝啊，我要白雪公主啊。哦。这我中了吧？我们一直会错误，我们一直以为爱丽丝是这一只，结果不是，爱丽丝是这一个。啊，我女朋友要的是白雪公主，所以我们中了这只。是对的，对对对，然后凑整套。好，那我们算 OK 了。上台算蛮漂亮，而且它键蛮大的。你可以看那个键，好可爱。那我们就回去再开箱看看吧。我们现在到家啦，抽了21抽。那抽到一个 SSR， 然后两个 SR 的话是时钟，然后还有18张的色纸，那我们就打开吧。色纸里面有保护套，它的边框是有点凸起来的感觉。这是第一个，会不会重复呢？重复了，我靠，傻眼。小红帽，第二个是塔勒斯，有玩过这个游戏的只有我女朋友而已，所以我不知道里面的角色有什么。但是其实也没有玩很久，
是为了抽卡，为了抽卡玩游戏的女人。她最近好像是在那个周年日吧，所以好像现在登录会有直抽，所以我又准备要更新游戏了，又要开抽了。第四个，这我不知道是谁，目前重复了一个。重复，目前六开两个重复，没有重复，又重复，现在重复了三个。好讨厌哦。OK， 现在十种款式里面我们中了六种，那有三个重复。哦，重复，重复，整套心情又重。蛮喜欢这个角色的，但是其实不用送那么多没关系。观众有福利啦！你小心被黄标。噔噔，我喜欢的白雪公主。我们这次抽到的 SSR， 我们从来没有凑齐过整套的设置，看这次会不会另类的欧洲。有重复吗？没有，没重复。哦，八个了，还有两个款式没有凑到。快速的猜，重复了。哦，刚刚讲完就重复了。我们还有五个。啊，好可怕哦！希望我们这五个内可以凑齐整套。我都凑那么多色纸，然后还凑不齐，这样感觉很瞎掰。这是真照，干，果然滑了下来，跟开到的是同一个，果然是真照。我们还有四抽，你这个衰小人代表，开的人是你，重复了，最下面那一个，啊，都是你，都三张了。没错，哦，九张，最美人决战，真是刺激！终究会不会达成呢？哇，又一个重复了，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机会，究竟老天会不会给我们凑齐整套呢？得人，得人，把他迷一下台。终究还是没有凑齐整套，啊，好啦，剩下最后一个，我们再想办法用换的或者是用收的吧。这边是九个款式设卡的样式，那让大家看一下。那这边的话是我们抽到的两个时钟的款式，总共是一黑一白。那我们打开让大家看一下，质感是好的。一开始还觉得想说要怎么看时间，就时间也是有刻度在上面。那组装完成之后是长这样子啊，他脸没有歪，而且很精致。以上就是我们这次抽一分享的影片啦。这次有重复抽到的几张设纸，我们会抽出三位观众，分别可以各拿到两张设纸，剩下的我们就是会拿去换，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没有抽到的款式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Where the movie started, facing at a photo they've taken. Space street flying through the skies and petals sap on air.